麦克风比较有电。我好，可以直接拿下来吗？可以，可以。现场，我们所有关心义理政政发展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想更感谢我们这一群从外移居进驻到我们义理政的这一群年轻人对义理政的关爱，尤其对于义理政未来将要如何来发展，将要如何来改变，提供了很多的意见，那么所以才有今天这一个发表会。那我想在这里针对当时在我们议题上讨论上，就是说议题上面所提的第一个艺术文化观光以及基础建设，还有民生议题、医疗资源以及愿景，还有救灾系统跟农业的部分，来提出个人的看法。好，那我想在艺文部分，其实在义理政坦白说要大型的艺术铺陈有它的困难度，所以在文俊担任政长的四年，也就是103年12月25号到107年12月25号，我们透过了很多比方说交叉性的在我们的普世艺术馆跟内政部每年都争取了不少的经费，虽然把这些大型的经费分了很多的细项，但是呢我们都透过了结合，比方说我们结合了邮局，我们结合了这个地质调查所，我们也带了我们的这些产业到了我们的北投以及各地区去做展示，那么普世艺术化我们也继续在推展，展览的部分也继续在推展，都是做一个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工程。那么在于观光部分，我想义理政很多事实上我们在平常都已经看到，都有很多人会去指义理政观光到底有什么，那么难道义理政只有义理面跟桥头臭豆腐以及我们的桥头冰而已吗？那么在这一方面，文俊在103年担任竞选镇长的时候就已经谈过，那么未来对观光的主轴，我想上任之后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改变。那么可以看到义理全面开动，义理雄战县中连续三年在我们义理稻田，以及现在在瑞穗、在吉安许多乡镇非常夯的部落小旅行，那么这一些活动就是当时的首创单位，就是义理政工所。那么我们这个前面开动的意义就是怎么样把义理政很有名的义理面，其实我们也透过了旺报的调查，义理政总共有将近60家的面店，那么要叫我们去做排戏或叫做排戏把他们评分出来，坦白讲我看过的内容不敢公布，因为落差非常的大，所以才透过了在温泉季冬天的时候才做结合，希望就是说做什么，我们每一个客人来到这边能够自由选择，在既竞争又合作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能够提升。好，那么多项的这一些活动，事实上在那四年已经看到了当时义理政在外面的能见度以及商机。接下来，那么我想在这方面我们有办了很多的活动，当时都是当时文俊在担任政长所创的。好，再来，那么第三个基础建设部分，也就是我们政民非常关心而且争议最多的地方，我想未来文俊如果能够担任政长，将会对于公所用人为才，是才是所，让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公务人员能够安心能够留在我们公所，而不是时时刻刻只要榜约时间到就想离开。那么
这一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件，也就是说，对于工程目前还延宕、积案以及延案的到底有多少，我们还来做盘点。那么对于这一些未来啊，我想目前有很多义理镇的厂商做了义理镇公所的工程之后，为什么不敢去承标，之后也不敢去承揽公所的工作，因为都怕，因为公务人员因为怕触犯法令不敢盖章，就把时间延就是拖，那么造成了怎么样，公所未来的建设实在到最后的损失还是义理镇的证明。那么这一点未来文俊担任镇长之后，将会聘请法律的专业人员陪同我们的专人专责，来对那一些沉积的旧案来解决，也让我们优秀的厂商愿意进来义理镇公所来标我们未来的工程案，这个最终的获利者还是我们义理镇的证明。第三点就是盘点，即刻的盘点我们目前政府单位上级单位核准的工程到底还有多少没有施作以及还没有去完成的，那么把这一些工程能够尽速的安全的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那么能够让他们的工程完案能够在合法跟合理的情况之下，让这些厂商能够安全的来进行，那么我们工所的同仁也能够安心的来执行，那么这一些都是有助于未来我们相关单位上级单位对我们工程这一些建设案跟经费的核拨，到最后幸福的还是我们义理证明。接下来那么我们谈到民生问题，接下一页好吗，因为时间不太够，这些我都有些简略再接下来。好，我想民生问题，灯要亮，沟要通，路要平，筑若跟扶贫是参选者基本的一个要求，不能谈为政见，这是文俊过去一直就定在这里。那么文俊未来所要做的，因为在总干事四年、议员四年、镇长四年的任内，一直看到我们的弱势家庭以及那一些低收的朋友，他们做什么，他们在急需要帮助的时候，要这边去争取那边争取，所以文俊担任镇长之后将会推动我们的微型保险，这一些微型保险的经费未来就由义理公所来编列，一年的经费不到50万，做不了一条水沟，但是会让我们的乡亲未来会过得更有尊严。第二个，在接下来我想对于我们的医疗系统部分，我们都知道义理镇目前有三家大型医院，台北荣总义理分院、蜀立义理医院以及慈济义理分院，但是前面的两个医院都属于精神疗养跟安置的一个医院，在地方的经济发展坦白讲是绝对有受惠的，那么尤其是这一些人落基在我们义理镇，也造就了我们的房价能够非常好。但是我们试想，我们的乡亲每每有状况的时候都要坐救护车跑100公里到花莲市的慈济，但是到那边去以后往往都是怎么样，流观还是在走廊拉起了落地窗，情何以堪。所以说文俊主张医疗再升级，因为为什么会加一个再升级，因为在8年前文俊选镇长的时候就谈过义理医疗升级，我很感谢当时义理医院的义理荣民医院的林之衍林院长配合了，所以增加了中医科、泌尿科、妇产科，从一个医师增加到3个，电脑断层从16切增加到128切，慈济医院也从0切增加到254。那么这一些未来都是对于我们逐渐老化的这一些城镇，包括我自己未来都用得到，那么是加惠我们义理在地。
那么如果这个医院两家医院能够升级，我想对周边的百工百业也绝对会是有帮助的。就如同我们现在的花莲慈济，花莲慈济就是文俊我当时读花莲农校畜牧兽医科是三公顷半的一个畜牧场，那么征收当医院以后，周边的不管是房价或者食用区或者食用品民生必需品，一节节的高升，变成了一个蛋黄区。所以我们由容乃大，如果让他们医疗升级进来，我们对地方绝对是帮忙的。但是进来的不是在精神疗养，是在安养跟安置的部分。那么大家问钱从哪里来，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因为这个从我们中卫生署那么偏远地区医疗奖助金里面就有这一笔经费，文俊当选镇长之后将会带头去争取这笔经费，让我们义里镇的医疗能够升级，让我们的乡亲未来用到医疗的时候不用奔跑100公里以外。再来谈到愿景，我想这愿景其实跟我们医疗里面我们谈到了振兴医疗以三方略，这是文俊早在一个月多月前的一个政见提的。第一个就是推动义里医疗再升级，第二个新旧建设连结，第三个传统产业的创新创变以及提升产业的经济价值。那么医疗的部分我刚才说过了，那么我们想到新旧建设连结，各位知道义里镇的土地面积 252.4 平方公里，台北市 271.2 平方公里，相差只有19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却是义里镇却是台北市的千分之九。那么我们义里镇的房价为什么节节高升？因为各位可以看得到，那么我们的中华路一片没有办法盖二楼的，以及我们中间下来那个党部后面36家那一些没有办法盖二楼的，但是人家都还是站着，为什么？那边都是公有地，甚至于我们义里镇有一个全台最大的工业区用地，各位知道在哪里？在我们要去卓溪的22公顷的台凤用地，那边属于工业用地。以一个义里镇那么地广人稀，但是土地这个寸土寸金，但是地方既然有很多没有办法发展，那么我们有很多在那边住了好几十年的这些乡亲情何以堪。所以在这一部分文俊当选之后将会即刻来推动做什么，我们的土地征划编，希望这些如果政府不愿意能够住者有其屋能够这个卖出去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改变，对于我们义里的环境才不至于像刘克湘先生当时来到义里，他说义里有新建设，但是老建设非常的不堪，这些未来如果台风火灾对于义里镇的整个安全都是有非常大的疑虑的，所以这一块文俊会来思想，会来推动。第三个，义里传统产业的升级，这个创新跟创变。那么有人一直当时一直以来谈到一厘米跟这个义里的稻谷的问题，我一再讲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是先有蛋才有鸡，我想这一点我们拿着一下齁。这个叫稻谷，我想罗代表也在现场，稻谷是谁的东西？农民的东西，对不对？稻谷加工之后脱壳，脱壳之后变糙米，这个也基础上可以讲农民的东西，因为脱个壳，但是要碾成白米，要气磨，要气糠，要选这个好坏子才变成白米。那么变成白米之后是谁的东西？商人的东西。那么所以说产地认证在义里镇公所，过去我们下一页好吗，产地认证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文俊担任镇长的时候，哎，不是这个，不是救灾系统哈，那个稻米部分，我想这个稻米一厘米这个部分在文俊担任镇长，甚至于连蔡秋荣蔡镇长的时候也都没有断过，只是有一个方向是错误的，因为为什么股价高对农民才是直接的帮助，因为我们目前的米价，坦白讲一谈米价人家第一个想到哪里？慈善，第二个想到哪里？富里，
第三个关山义理永远排在第四以后。所以说要在即时间之内让我们的农民，因为我们一台金的股价多一块钱，我们义理的农民一期到股就可以多5000万，两期可以多1亿。那么请问一下，再来一个，就是说当你如果是注重在一厘米这个部分，而不是注重在一厘米这个产地标章里面，那么未来我们的农民朋友将非常有可能会触法，会商标法，会食品安全法，是会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现在他们卖的量都不多，所以说基本上来讲提强扶弱，提强扶弱，米价比较好，我们稍微在预算上提一下，但是股价是影响面积比较大的，我们要必须要提拔，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加惠我们农民的一个好政策。好，接着救灾系统，救灾系统。那么我们很感谢，我一再讲前责问题，因为义里镇现在救灾单位都属于怎么样，消防局或者中央单位。在义里镇实质上只有一个叫台九县，它是怎么样，属于一个协会。我想救灾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这一次地震918之后，很多的救援体系是上面下来的，但是之后的维管交通的交管是台九县在帮忙的。所以未来文俊担任镇长之后，将会把台九县救难协会把它纳入义里镇公所的合作伙伴跟辅导伙伴，那么未来公所各代表要去合拨的经费，才能够合情合理合法去协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那么到最后还是有利我们的乡亲朋友。好，再接着我想农业的部分我们已经很清楚，农业的部分我想有一个刚才讲到的，上任之后会做的安心信赖跟托付，接着就是我们讲的农业的部分，还会再做的四个惠民专案，也就是扶弱，我刚才讲的全民为，也就是说我们的弱势跟低收这些能够办理这个全部的微型保险。第二个助农，也就是说这个农业的部分，我们希望未来现在中央也在推农业保险，那么农业保险的保险费有50%是中央出的，但是地方政府必须要出点10%跟收购的这一个单位也要出10%。那么这样对我们的农民朋友，不管是生产稻米、生产文旦，都能够有所帮助。这一个是文俊上任之后将会做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永续，我想我们在地的很多年轻人，在做移居过来的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很有创意，很有想法，但是他们在义里想要落地生根，那么曾租了很多房子，但是收入啊，坦白说能够到最后结余放在口袋的并不多，情何以堪。所以未来文俊将会在我们的文化部，甚至于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处，在我们的这个工业研究室里面去争取经费，让我们地方的农民朋友能够怎么样，让我们的基础的农产品，甚至于我们基础的生产的这一些在地的东西，能够让它怎么从原料变成商品，商品变什么，变礼品，礼品能够变精品，那么这一些蜕变的过程需要很多在地或者移居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新思维，他们的新做法来协助我们，但是公所必须要适时的介入，甚至于去争取经费协助他们。那么最重要的现在很多百姓，很多乡亲都会提到到公所去办一件申请工作，都要怎么样，从民政科办完以后要跑建设科，建设科以后要跑民政科，弄到后来有很多乡亲如果不懂得程序或者格式怎么填，坦白说到后来都是民怨四起。所以文志颖上任之后将会马上主力我们的马上办中心，让我们的乡亲能够一条边
单一窗口，让我们的乡亲能够一日解决的不能拖两日，能够一个礼拜解决的不能拖十天，那么到最后还是有利我们的乡亲朋友。谢谢我们的候选人，谢谢，把时间用好用满。